台北市长柯文哲出访东南亚最后一站来到印度，他率团访问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，宣布将提供10个奖学金的名额，之后更将寻找企业赞助设立奖学金，提供更多交换生名额。这家学校有全印度最好的学生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找企业界提供一些奖学金，然后到台湾读研究所，那毕业就留在我们的那个企业去工作。柯文哲在驻印代表田光中的陪同下访问德里分校，并且由分校国际校长桑吉接待，双方讨论交换生等进一步合作。柯文哲随后在参会中更自曝，在马来西亚和泰国都见到想见的人，都靠台商的神通广大。他也不忘在宣传台北市大运。今年台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四大运了。其实四大运不是只有台北的四大运，它是台湾的四大运。因为这是400年来可以说第一次在台湾举办这么大型的运动会。此外，在印度参加羽球公开赛的羽球一哥周天成也站台宣传，为世大运集气。柯文哲于2号返国，结束东南亚之行。